回到我的船上。好，还有剩下四个地层要搜索，应该是要四个结晶都拿到之后，可以做一把武器。周一周二，礼拜一我不能破，礼拜一有事情，可惜。礼拜二的话，礼拜二应该破完了，礼拜二就破完了。明天呢？不确定，因为现在还进行到第二章，还有第三章，还有中章，还有外传，一堆东西。帮忙改造工作室。这什么东西啊？好吧，我们先去第二个地层看看，看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发现。どこへ行こうか？啊？哦，他是……哦，我懂的意思了。他是先去一个，然后加工，再去第二个之路，还是说他属性是自己选的？这是意思吗？就是可以从四个属性中选一个属性当你的武器，是这个意思。那没关系，我们先跟他对话。哦，没有啦，是现在是要帮他做工作室。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改造武器了。凯文是那个拍色情照片，不是拍那个女生照片，对不对？知道哎，他不见了。应该在第二章后半部可以遇到他吧。现在是要强化我们的武器啊，这样子我们才会打赢那个欠我们50块的。哇，这要花一天加工欸，好厉害。是吗？可是刚刚那是大地的结晶欸，因为我们刚去的是地灵窟。哦，所以只要去一个地窟就可以升级我们的武器了。我以为是去四个欸。哦，那还好还好，吓死我了！如果去四个我就昏过去了。会長？どうしたんですか？そんなに慌てて。大変だよ。さっき総流橋方面から緊急の連絡が入ってきて。ケルディックが。ケルディック？あの町がどうかしたんですか？焼き打ちされたの。それも黒い線両方軍に。なんだと？
居然发生这种事情，真的蛮意外的。为什么要中火？为什么？现在游戏是应该是很内疚啊，因为纵火的居然是他父亲属下的联军，那杰克是跟我们一起上学的那个，跟米莉亚我们一起上主日学校的那个，这个是谁？马可，当初、我跟荒原陛下在买东西的时候，他充满羡慕的眼神，我没办法忘怀。ルイセさん、心配ですね。とりあえず薬は足りてるみたいだけど。
总管，总管，闪之轨迹不是不会死人吗？他怎么死人呢？为什么要这么样，这么残忍？总管，总管。気候兵という存在が戦場に登場した意味は絶大だ。火力と装甲は主力戦車に劣るものの、それを補えるだけの機動力と汎用性、そしてそれ以上に重要なのは人々に与える心理的なインパクトだろう。我々が人である以上、人型の巨大な何かには惹かれ、あるいは恐れずにはいられない。这就是战争。これは。めちゃくちゃじゃない。Thank you.
ー